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，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？哎，红娟，我是你大哥，你要是没想好的话，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。哥，我喜欢叶芳，我只是不确定她喜不喜欢我。嗨，傻兄弟，芳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，她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？啊？ 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信你。行，咱回去吧，大家伙都等着呢。啊，哎，走。多年以后，陈红军常想起肖春生这句话。如果肖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，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？真好。哎呦，就现吃现杀的鱼吧。啊。 阿姨，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，就怕我妈跟我拼命。在她老人家眼里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。哎，哟，这是看的呀，观赏。哎呦，瞧我，哎呀，没见过世面，没事儿，没见过世面。这，哎呀，这一桌真丰盛。那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。哎。 来，大姐，敬你一杯。不敢不敢不敢。哎，不是，我就是想说一下呢。今天呢，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。当然了，叶芳也是你闺女了。大姐，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，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，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。我就是想说。 红军以后呢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就等着享福吧。别光听你说，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？哦，对对对，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？我能有什么意见啊？您是首长，哎，首长说了算呢。别老首长，首长，咱都是一家人了。来来来，大家举杯，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！来来来，大姐，来大姐，来，等会儿。 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。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，跟我无关。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，说完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这婚才好定。红娟儿，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。 他对我一直都很尊重，我不喜欢陈涛，努力过，尝试过，不行，做不到。他们家逼着我结婚，我不愿意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，才出此下策。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红军儿她只是配合我。你受委屈了，我欠你的。 我说完了，大家干杯！哎。 祝叶芳、红军儿幸福啊！红军儿，够对不住你，把你受委屈了。今儿咱哥俩不醉不休。国华。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，上级指示了，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，所以这一次，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去当兵了。这事儿，春生知道了吗？还没跟他说呢。啊，你不是常见到他吗？那你就跟他说吧。哦。
董大叔，有我电话吗？春生啊，没你电话呀？春生，有劳通知你。行，谢谢董大叔。有我通知你。哎，行，谢谢二叔。小梅，你回来了。我听春生说，你去北戴河训练了，怎么样？顺利吗？还行，挺顺利的。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。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，我每周过去一下。哦，每周都去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，那干嘛不留下呀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。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，但是现在名额满了。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，我想你也不愿意去，要不……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？哦，你想他和你一起？你知道他不喜欢你，你不该。小梅，我不是来听你说教，你就告诉我，行还是不行？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，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，不是给你的，你明白吗？嗯。阿姨，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。啊，红玲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听小梅说，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。什么？啊，哎，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，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。真的？啊，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。可是还要业务考核，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？春生，我紧张。怎么了？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。怎么可能不紧张啊？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，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，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？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，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。别分神，用心了。Thank you.
拉了多少年亲了？11年了。我是不应该来的。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，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。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，说如果我今天不来，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。在银色的月光下，这首曲子有难度，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。下个月1号的面试，我给你留一个位子。就算不准备，你也是拉的最好的。春生，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。红玲，你刚才琴拉的真好，真的。谢谢。其实今天这事儿，是我求着小梅给安排的。顾华，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，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，我想和春生一起，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。红玲，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儿当兵，他政审没过。小梅，今儿谢谢你啊。哎，红玲，来，我刚跟小梅说了，哪天去老莫吃饭，好好谢谢他啊。应该的。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，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。童小梅、叶国华也各怀心事。他还没有意识到，入伍这件事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。哎，姐，你出差回来了？啊，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，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。啊，嗯。哎，我忘介绍了，姐，这就是贺红玲。英秋姐，你好，我听我爸说了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他，谢谢你啊。嗨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，还没谢谢您呢。这有什么可谢的？反正我不在，屋子空着也是空着。那春生，你和姐先聊着，肖叔也该吃药了，我去给他喂药。好上了。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？姐，红玲可是好姑娘，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，没有一点闲心，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。这年头难得。哎，对人家好一点啊，别欺负人家，好好照顾好她。我是想照顾好她，可是她马上考部队文工团去当兵了。还忘了问你了，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？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？还没信儿，我明儿再问问。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，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。爸，我一不会拉琴，二不会唱歌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？我的志向是当医生。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，你有理想追求，爸妈都支持你。可是现在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啊，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，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，也先紧着啊工农兵子弟。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，有什么出息啊？啊！我听你妈跟我说，
最近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。小梅呀，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，你的追求？爸，那不是打杂的活计，那是我的工作，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。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。我虽然想当医生，但我并不鄙薄我现在的工作。在我看来，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，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。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很喜欢他们，跟您比起来，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，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。你放肆！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，不需要任何人插手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这么早？你这么早干什么呢？我有点事儿。哎，红玲儿还睡着？睡着呢。她太累了，让她好好休息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忙你的去吧。啊，我先走了。知道啦。这琴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，你到底买不买呀？我可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我买。那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，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？春生政审没通过，今年怕是当不上兵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？我也是刚知道。是想告诉你，春生政审没有通过，今年不能去当兵了。哦，你知道？哎，小梅来了。哦，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。哦。是啊是啊，肖叔叔一切正常，挺好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肖春生请小梅吃饭，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，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。看到宿醉的肖春生，贺红玲知道，他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感到遗憾。看到崭新的琴盒，贺红玲开始动摇。她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，
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，今后会不会后悔？吃水果，阿姨您吃就行了，我不吃。吃，谢谢阿姨。哟，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？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。哦。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。啊？你要当兵去啊？啊。哦。对，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，早早当兵是正路。我们家红玲啊，让我们给耽误。啊，阿姨，红玲没跟您说吗？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，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，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，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。真的？如果您想手术的话，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。那感情好，小叶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您太客气了，阿姨。这两天啊，您就好好休养身体，别的什么都甭操心。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。国华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红玲，有什么事儿，好好跟小叶说，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。国华，我妈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应该的。红玲，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？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，留我一个人在北京。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。红玲，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，这你比我清楚。春生可以等，你等不了。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，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，错过这次，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。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，也为阿姨想想。东哥，红玲儿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，要是面试通过的话，她就能当文艺兵了。哦，哎，你父亲郑神怎么样了？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？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，人家让我等信儿呢。不过这一回，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，这事儿啊，肯定没问题。哦，没问题就好。春生啊，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得多体谅她啊。东哥，今儿怎么了？婆婆妈妈的。哎，不是，您有事儿您要直说。您这样藏着掖着的，更让人惦记。哎，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？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。这么说起来，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。就是的，他现在是初检过了，到部队去复检了。小梅，你怎么来了？春生，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。我不想瞒着你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今年
当不了兵了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放在厨房，赶紧吃吧。啊，我在东哥家吃过了。哎，线掉了。我刚跟小梅说了，哪天去老莫吃饭，好好谢谢他。小梅怎么来了？哦，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。哦。红玲，你那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，春生可以等。你等不了，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。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，留我一个人在北京。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。哎，红玲儿起来了，来，过来吃早点，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。我昨晚打拳太累了，我就直接睡了。哎，我说红玲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什么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？你看你的眼睛，都成熊猫眼了。你放心，甭紧张，我陪着你呢。嗯，吃饭。嗯。妈高兴，妈高兴，我可
你还没跟春生说吗？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，只是他还不知道，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了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是，我承认我有私心，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。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，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？而且我相信，只要你能进文工团，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。红玲，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。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？红玲，别意气用事。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。怎么做呀？这拼一下吧，拼一下，拼桌，拼一下，拼一下，拼一下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来，来，坐这儿，坐坐。来几碗呀？啊，我看看啊。谁要两碗来着？哎，我。行，来十碗馄饨。有什么忌口的吗？来一碗不要香菜，来一碗不要虾皮儿，还有一碗不要馅儿，只要皮儿。哎，好嘞，得嘞。哎，哎，我不吃香菜，方子不爱吃虾皮，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儿不吃馅儿的呀？谁呀？我，春生哥，哎，这我得拾到你两句。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？再这么下去，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。啊，是不是？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说春生。早点享受，进了部队就吃糠叶菜，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。我告诉你，羡慕就直说啊，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。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？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，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，不开荤的。哎哎哎！春生，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，你打算去哪儿啊？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，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。我问你话呢，你跟我们大伙儿说说，哎，打算去哪儿啊？我今年去不了部队了。我之前就一直想说，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。我政审没过，但我不觉得丢人。我爸他没错，也不应该认这个错。这点时间我等得起。你等得起？红玲等得起吗？去文工团的事儿，我支持红玲儿，这是她的梦想，我得支持她。前面有家奶酪铺子，我请大家吃奶酪去。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玲换的，也是红玲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，和她叶国华没关系，你们不要有负担，好好聊，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。春生，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红玲儿，
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这是你的人生，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。可是我想和你一起，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，我就可以不去。红莲，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？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。肖叔叔病了，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，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。红莲，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。不仅是我家，还有你家，我都能照顾得很好。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。到了部队里，你想怎么拉琴就怎么拉琴，你再也不用有担心、有顾虑了。等我甄审过了，我就去部队找你们。嗯。到现在，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？我以为那天在山上，你都感觉到了。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。我喜欢你。阳光下，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，但是我也害怕呀。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，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。你想好了吗？弥漫的气息都是关于你。你要记得给我写信。光和影的距离。行，写。一天一封。一天一封。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，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，只能想我。行，不看，不想，只想你。两颗心交互依赖。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。长长的路，说好了，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。我要这歌，好，穿过岁月的长河，在你心里沸腾着，在我眼里荡漾着。蔚蓝的光在前方，是由爱而生。我听说红玲家重新粉刷，就想着过来搭把手。那凳子，坐。哎，哎，要道歉的话就赶紧的啊，我都替你憋得慌。谁要道歉啊？我还没说你呢，说好了帮我找到她，最后成你女朋友了，有你这么干？哎，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？怎么着，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？再说了，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的？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？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。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，一边想着你能让我，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。想了一宿，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。哎，这事儿吧，我有责任，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，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。嗨，这也不能怪你，那书上不是都说了吗？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。哪三样啊？打喷嚏、放屁、爱情。春生，技不如人，我甘拜下风了。还是好兄弟。废话，赶紧干活吧你。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，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。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，
波光粼粼中生花。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，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，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，你在讲我在听。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，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，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，一起看潮落潮来。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，哭着笑着娓娓道来。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，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。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，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。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，一起看潮落潮来。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，哭着笑着娓娓道来。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，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。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，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，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，波光粼粼中生花。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，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，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，你在讲我在听。